在经常去国际会议了。现在给他社区里面基本武汉三城到了会上，我们就好，谢谢。然后是我要是整个医疗都送人民医院去，然后就会送过去，而且最搞笑的，一定要有酒精，我们说不能保证自己安全，怎么能当志愿者？然后对对对对对对，要不我把你推掉了？没有，酒精了，我是40分，因为我们可以啊，我去火神山没有去，雷神山我都去了。每天蛮累。你是志愿者是吧？哎，志愿者，今天才跟协和别个捐了一台捐两台大型设备，走我车轮。我那天客户组织会，是因为我们统计药品物资还没到，我行动不了，我他们的员工知道吗？他们当时，你们看那篇新闻吗？新闻上红日会必要说凭介绍信是不能领物资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不起，我那天去的时候，别个就是凭介绍信去拿领物资。你看，走后来就把同学，就是我走的，我跟你说。我加一个。我要看你们发的东西。我要看。你们也列。你不看，你说政府还是要脸面的，不要把这个事闹出去。我就走不得，我该报的报，我全部都报的。哪三个条件呢？第一个，凭介绍信可以给你。第二个，有武汉市一级指挥部和卫生局批准，可以给你。第三个，他们在武钢，他们在那个工作群里面，每个大医院里面，他们有个工作群，对接完之后，如果这个医院确实需要物资，也可以给你物资，全部讲。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出去呢？你既然领不了，你说。我跟你说，那批物资有很多人拿着，他们个人和他们身边的亲属那里去的。他们当时跟我说，他们是无偿发放物资的。我因为我不懂，我说哦，你们无偿发放物资啥呢？我都出门抽根烟呢，是吧？我抽根烟。昨天我看到有个人一下车开了一个私家车，下车拎了三箱物资走了。私家车，不是医院车啊？是不是上一回那个公务车啊？我在网上看到的。什么都不是，我那天跟那个李科长吵架，我们群里那个只是一点点。我当时就是后悔没带录音笔噻。全程录音。我说我又不是没得录音笔这个设备，我是有这个设备的。拿手机就可以录，全程。那不可能，这个介绍信我第一回看到之后，他当时说不能，他们是没得全程发放物资的，我就商量。好像有三个人发放物资发哪里，就什么都没得，我是看到什么都没得，应该就走了。走了我就马上找另外一个人，我说刚才你们跟我说无偿发放物资，我说现在凭么子他们能拿物资走？第一个志愿者叫大来武江，我是最开头跟他聊的，我说你们我说你们那个物资发放要不要什么程序，要不什么流程，要不什么规章制度？应该有的。他说，陶大哥跟你说句实话，我在这里干了两天，这里所有管理是滚乱无章，毫无章法。他们只管接受物资，接完之后他们是没法发放的。他说我看到他们发放物资完全就是毫无头，这个也回来的，那个回来的。乱七八糟。不是有一个多个志愿者在那边吗？我认识有一个红书会。胜利楼。国博那个位置我是没去过的，我去的是胜利楼，武汉是红十字会，那里面大概有十几个志愿者。你们物资带那么多，我们这一次每天会把1000亿元，我们自己我们物件来的物资，我们送过去的物资。这个姐姐怎么样？我说哪一个说不差物资的？他说后来我把这个事跟一个他因为他取消记录人，我把这事情原原本本的跟他说，我说我作为一个党员，我还是相信政府的，但是红十字会做这个事求助让人生意。他不是说连央视直播都跟你掐了吗？不要脸！而且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加个微信，我发个东西。我跟那个养殖记者跟他说，就是我说如果说他们说以前凭介绍信不能领物资，我说我可以当面跟他对质，我说我看两遍那天晚上。全部被删文了，红十字会的都。我跟你说，和谐的快得很。删文了。我作为一个党员，我是相信政府，但是我不相信红十字会这个组织，明白？对。你们楼能不能去？你们的物资到底去向如何？我相信你们经常都有记录，但你们去上绝对是一塌糊涂。他后来还跟我说一个条件，什么的，定向捐助的是不需要武汉区疫情指挥部，也不需要武汉卫生局批准，就可以直接给你物资。那当时我跟你刚才跟你说这个话，其实是有点抱怨的，但是整个全武汉是他们的。我们是志愿者，不是抱怨者。其实出现这么阴暗的事，我们还是要做出我们为武汉出力。我你看他们那样说的，如果每回就如果心思上都想着一点的话，我跟你交通到底的话，请问我们工作怎么做？你是现在政府的物资人员不带你到以前医护人员手上，然后我们就该放了，我们就放掉。对啊，这些事情应该我们。现在情况是，就是我们在后面经常做起，我们只做经常先发的时候，我们很多经常做的事情，我们的物资只是员工物资里面很小一部分。当时那个心理负责人跟我说，他说你们上么子啊？我们才做的是大头，看别个捐了几个亿，捐了几个亿。他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我妈三个。我作为一个我们力量很小的一部分的民间组织，我没有他负责人。我问他旁边那些志愿者，一个人一巴掌爬上去噻。
一会狂他两巴掌子。不是你们要不要扣过以前？要不要扣过以前？我还是三家二家三家园你们扣过没有？二十二家三家园我扣了十家，还不包括所有的收购区。明天我们其他区所有的收购我都来治，反正是我去年所讲的事。我没有去经历过这些事，我没跟你谈这些事的话，我说过胡说八道，那是我在造谣，我是亲身经历过的。所以说，红十字会现在被那个交通那个专业的比较那个，家搞定了，像人家都流畅了。是件高兴的事。那么捐助的物资和发放物资会很快的，他们承诺是两个小时的，就会结果发货。啊，他们呢？两天，20天。他们你妈一个星期货还在仓库里面，他还说的冠冕堂皇的话，什么是我们要甄别这个货物是否符合医疗性的？请问你红十字会有什么资格去甄别？